凌晨我们从北部出发，一路交通顺畅，开到水里之后吃个早餐，就直接开上东埔啦。8点多抵达登山口，台十八线的99.5K。这次我们要探访位在阿里山消失地图上的彩藏村落白雪村。它位于南子仙溪上游伯伯游溪岸的一块小台地上，也称作水山部落。要抵达白雪村，其实也有很多种走法。行前想好绕了一圈 O 型，看要水路进、陆路出，还是相反都可以。但出发前连日的午后雷阵雨，不确定溪水的量如何，也差点要倒团了。出发前我们讨论了一下，就果断先从陆路进吧。超美那个雾气。对啊，哦，感觉就会有白雪公主出没。早安，现在8点半，刚有那个鸟，它拍动的振幅超大。好，先下坡。我们刚沿路就是走这个旧铁道，然后也是崩塌，就要稍微绕一下。目前应该都算蛮好走的啦，现在正值梅雨季，加上西南气流，所以中南部应该都会有午后雷阵雨，那这3天应该也是会有，不过我们还是出发了。我们第二天是没有行程，就是安排在伯伯游戏那边乱走，看一下溪水量大不大，因为这几天都下蛮多雨的，很怕水量很大。好，出发吧。这次呢，我们只有3个人，史上最少的一次。我忍跟敏，我来当他们的电灯泡。没事，刚脱个外套，继续出发。我们等一下可能再走一小段，就会遇到以前那个旧的轨道的遗迹。这次穿野跑鞋，想说3天的行程。来试验一下自己湿脚的那个耐受度，野跑鞋就是会湿脚，没有办法，几根箭竹就湿了。哇，过那个木吊桥，比较重，我有点害怕。可以啦，我觉得我没有任何负担给他。然后我们今天一路就是一直往方向是往正南方下去。刚刚在新高口那边有遇到2组人，然后一组他们是扎在南岸营地而已，明天才会轻装去白雪村。前面有太阳啦。这边都是，应该是柳杉吧，很美。太阳洒下来的话，就更美。今天背蛮重的，就带了很多好吃的，跟椅子啊，然后什么，还带了一本书。好，晚上就知道。我们从新高口下切，这里也是霞山县、石山县2条林场支线的木材集中地，樟脑的集中区。而以前阿里山铁路的客运从阿里山找平最多仅到新高口，要登玉山的人是要从这里下车再步行过去的，要翻越石山、鹿林山、大竹山等才能到现在塔塔家的安部。9点11分遇到便桥，上面还有钉子，这样子延伸过去，这样本来是这一条，哎，早就已经腐烂掉，好可爱的营地猎鸟，超 Q！ 哇，这里超棒，哇，很美。然后那边都是一整片，啊，舒服。这边腹地很大，里面有个很平坦的。看似营地，超棒！对啊，这边可能是他们标示什么以前的猎寮工作站之类的。哇哦，
很多什么？酒瓶啊。我看看。山一样。哎，真的。哦，对对对。有哎，这边有以前的那个缆线。这个是什么啊？电池哎。是电池。是电池，这是相机啊。相机吗？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哎。完全 no idea， 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？还有它这个白色的，感觉是一些电源的东西，不知道。然后还有以前的碗，然后这一整区都是，现在这边也是很多酒瓶。哦，这个太阳就对了。哇，超可爱！这个茶壶，哈哈，里面已经长草了。这边是锅碗瓢盆，这个应该就是以前的铁轨，超多酒瓶，跟以前的碗。好嘞，继续前进。我们沿着霞山的铁道走，海拔大多在2200到2300之间。虽然有许多大小的崩塌，但绕一下即可通过。沿路遇到许多溪水，有些地面是稍微泥泞了点。作为阿里山林场运输的霞山线铁道，如今只剩下数段残破的青苔枕木，腹地上皆可以看到玻璃的瓶管、瓷器，可以想象当时的工人与猎人居民在那边生活的盛况。这边可能要高绕，大概20公尺。嗯，感觉是可以啦。阿里山开往东部的第一个停靠点叫做自中，自中有一个很美的旧名雪峰，而在日治时期又被称作耳玉。在昔日阿里山伐木事业旺盛的时期，自中这个小村落是伐木工人的歇脚站，他们在深山里进进出出，繁荣了阿里山。而阿里山站不只是森林铁路的终点，还是许多支线的起点，像是塔山、绵月线非常知名，但水山、石山、霞山线应该比较少人听过。这些曾经风光一时的高山铁路，后来因为林材的枯竭而遭到关闭的命运，大部分的支线在作业完毕之后就拆除了，只有绵月线具有观光的价值而再度开放。昔日阿里山到玉山的铁路路基拆除之后，再度铺上柏油路，即是现今的新中横公路了。这个不是有，好像有人跑马路。我们离南岸超近。有吗？好像移动蛮快的。对啊，他们那么早。是有一些小崩塌，我们已经快到南安营地了，就蛮多人会选择在南安那边扎，然后隔天轻装去白雪村，就不用上切那么多，因为这大概也要上切个快700左右，算蛮多的。好，已经整个起雾，变超暗，在森林里，希望不要下雨，起球了。这边很安静，因为刚好没有溪水的声音。11:30，飘了一点雾雨，先拿这个小手帕把那个相机先遮一下。南安到了吗？在哦，应该是，对，很大。OK， 好想扎营哦。快中午，我们到了南安营地，这边很平整宽大，容纳十多顶帐篷应该不成问题。已经有一组人扎营了，旁边笔直的山林被云雾缭绕，非常的漂亮。
现在快十二点，我们在南安营地小休一下啊，时不时开始下雨是怎样？好烦。现在这个的话，我有点想穿，但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哈。对。对啊，刚刚就一阵一阵，好烦。你们两位觉得呢？我穿。你穿。好，那我也穿。结果又出了点太阳，但这边的软件主要是湿的，不过没关系，不要下雨就好。好，我们刚刚过了南安，中午准备下切到白雪村。好，我们在南安过后走一小段就要切到2400的高点了，因为再继续走下去它是接到霞山的路，我听说后面就再接回来会不好接，所以我们这边上2400，然后就一路下切了，现在高度2375，再上个25，就到尖的制高点了。旁边尖子都很湿啊。累呀、啊，好重啊！巨星，前面那边是一个旱天池。现在已经裤管跟鞋子都湿了，上面比较乱一点，从那边那个棱那边下去还算好，很好走。遇到一个很特别的植物，就是不知道这是什么，有点像牙线的那个触感哎、欸，对，超像牙线的触感，很特别，这不知道叫什么。沿路下切都是这种泥泞路，蛮滑的。我们等一下从这边下切，高度落差剩250了。那、啊、这边已经可以看到下面的溪了。哇，上面还有蓝天白云，哦天哪，真的是很开心。有点腰绕过来，蕨类路，下面的土有一点点微松，所以很小心，不要滑下去了。蕨类路很美，蕨类超美。1:25，我们切到哪里了？这个是什么？哇，香菱。海拔应该快1800左右，最美阳光真的是好，在海上拍照，超级可爱。我们看到房子了，在这里，这个，哇哟，好，我们赶快下去，下雨喽。到了白雪村，下切700。其实很多都已经破损了，这边草都长很高嘞。那明天再来看看，我们先来扎营。哇！不敢置信，以前的村子白雪村。我们要扎哪里嘞？哦，有兽骨。抵达白雪村，也差不多飘起了大雨。我们赶紧找了一块空地，搭起晚上的家。过不到半个小时，雨就停了。我们要前往伯伯游溪取水，顺便看一下溪水的高低，讨论明天是否要走水路。反正才三个人，意见不会太多。他们搭完了天幕跟帐篷。我帐篷还没搭，现在雨太大了。我们现在可以来接雨水，现在的雨比较大。好，休息休息。这个山峰的三人帐有够大的。虽然
三四个人没问题啊，瘦的人四个没有问题，就是很高啊，超高的。对啊，哎，比例尺，我忍一八四，真的超高，完全没有压迫感啊！我就睡在旁边的小套房，哎，金字塔套房。这次终于好好吃饭了，我背了很重，三颗蛋，然后米、节瓜，主要的肉类一个是樱桃鸭胸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柠檬鲑鱼、苹果洋葱奶油酱，还有一个是猎人酱吧？对，好，我们等一下要去吃水了，不要再打混了。从白雪村往下走，这边也有很大的一块驻地，不知道是猎人还是一个谁的东西。取水之路有点遥远，要下一百，超远，很深的。波波游戏水超大，但旁边感觉都可以走，不知道。这边，哦，这个很大，还是架高的。好日式的。对啊。其实比较东南亚吧，架高。房子淹水这样子。我旁边这个门。哦，你旁边就在你旁边而已。那掉在屋顶上了，什么？你要注意看，不要吓到它。有什么？蝙蝠。蝙蝠。虽然屋子与用具大多已残破不堪，但依稀能感受到当时村落的繁盛以及人民生活在这里的样貌。它的砌墙的技术很有趣，它先用竹子当支架，然后再把那个土铺上去，铺上去，对，然后再用水泥吗？是水泥吗？好像也不是水泥，还是它是本来是只有竹子，后来在那个，那是以前搭房子的方式。那外面那个白色的那一层是石灰还是什么水泥？类似。因为它是用土塞进那个缝隙，很像偷嘎。在战争过后，1947年，阿里山无缝乡的辖区包含雪峰、白雪、中正、中山等15个村子。到了1973年，由于提炼樟脑的没落以及对外交通极度的不方便，白雪村因为户数过少而遭到撤村，跟雪峰村合并。1978年，雪峰村又因为户数太少而被撤除，并入中山村。此后村子没落，走入历史。除了自宗还存在的雪峰派出所之外，其他的就完全从地图上消失了。现在应该只有猎人的进出，跟我们这些登山者来造访吧。天气超好，你们是两天吗？对啊。好，你们明天就出去。对啊。OK。可能看不到太暗，没来的，真的没来的。看看我们现在多秀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有后面两天还没过完。哎，对了，我在想，就假如其实明天我们可以回去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回去，因为礼拜天是天气最差的时候。反正明天就先走再看这样。就是1900在往上之后，其实快到出口前，大概感觉在700公尺或1公里之类的吧。它还有一个什么樱花营地哦。樱花营地，怎么又是樱花？就是，哦，对，反正就是，如果我们就是慢慢走、慢慢玩，去那边太晚，睡那边也可以。可能明天一早就直接就可以直接出去。
哎，你洋葱拿太少了吧？嗯，起争议喽，好香哦！起争议，好，准备来煎鲑鱼，这看起来太好吃了吧？你们都敢吃鲑鱼吗？我可吃，我什么都吃。你不会买，不然可以吃。自己不会买，你不吃鱼还是鲑鱼？不吃深海鱼，但只是因为鲑鱼是环保而已。我说坚决不要那个加进去。哦哦，还是得。你觉得我们明天早上要几点那个？快点！也是天亮吧？天，现在天亮很早。嗯，我觉得是酸的。你要加热。我想鱼油好像可以加一下，让它软点。哎，鱼在哪里？啊，我软。那我拿这块，然后等它。再拿一块啦。啊，太少了吧？没，这鱼大。回家。再拿回家吧。哇。没太快啊，是哦，还好，真的快。吃太少了。吃太少，我也不是这样。哦，太大了。哈哈哈哈什么？你是被炸给我们的？哈哈哈哈哈。猎人酱的饭跟炒蛋，太扯了，大概十分钟。